这支顾客的影片，他卖车的语音是小孩子偷买车，偷买车，缴不出来，由爸爸把车卖给我们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车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慈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估车。对，没错。我知道你们很不喜欢看估车的影片，但是今天这个案例非常的特别，有教育性、哦、有教育性，非常有教育性。我们先到现场吧。今天呢，就是这台车子要卖给我们，这支估车的影片，他卖车的语音是小孩子偷买车，偷买车，缴不出来，由爸爸把车卖给我们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车况，然后具体呢，等我们看完之后，我再跟你讲，真的不要这样子。一链条，还我款一链条子，它跟张二八同一个引擎，是428。这台428配备其实还算蛮高的哦，它是 N Sport 的正 M 版，所以它该有的配备都会有，什么抬头显示器、HK 音响、M 盘、N 卡都有。很秀蒙的货，可是有时候不一定哎、欸。我知道，可是它的链条是蛮新的，可以看一下。哇，贵物件，对吧？你看这些写的在啊。主要是在目前的话比较尴尬一点，来估之前呢、啊，因为他这台车好像他儿子啊刚买一年多吧，然后目前贷款结清金额还有100万左右，但是势必我们买这台车的行情绝对不会超过100万，所以说比较困难一点的是说车主要把车卖给我是可以的，可是说变成是他爸爸妈妈要拿现金出来去辅助结清这个动作，所以讲真的啦，今天年轻人买车我是觉得可以。但是真的不要去做出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所及的事情，不然到头来累的还是什么你的家人而已。阿瑞应该不会这样子了哈。哇，买不起啊！买不起。板卡。有板卡。对啊，而且你看这个。有有有，这边我有看到了。没有，做得很丑。嗯。对啊，没有，但很漂亮。有啊，这边你看得出来有这个马赛克的干妈皮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看过去就有那个橘子皮，就烤过漆了，正 M 版的。像不是很多那种 Sportline 的装个 M 盘，然后就说，哎、啊欸，这是 M 盘，很多车商都这样做，啊、不是？改 M 啊？哎呀、啊，假 M， 假 M， 对 ，M look。对。我就觉得一个重点，这台车我蛮喜欢的，个人蛮喜欢的，就是你看它内装，哇，漂亮多了。还有它方向盘也是自己换的，麂皮的，正点。阿伦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这台车怎么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我还蛮喜欢它的那个双门车都这样子，帅，喜欢啊！我送你啊！屁啦，怎么开个小玩笑，不要当真。哦，我回答好啊，然后我自己剪成好，好赞，帅，喜欢啊！我送你啊，好，好赞，真的漂亮的，从这个视这个角度看过去就知道了。大致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，就是引擎盖可以看螺丝，它是有整动过的，然后右后叶子板是没有做更换，做基本的板烤的动作而已。这个东西它算事故车吗？它跟你讲，它不算事故车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先跟他车主的爸爸去协谈这个问题点，就是看怎么样才可以帮助他顺利的结清，因为他儿子是真的，人家每个月月缴好像快2万块，这么多、哦？对啊，他弟弟的收入好像是38000。对啊，这样一半以上的薪水就都在这台车上，所以导致他可以撑一年，我觉得我也是蛮佩服的啦，硬撑吧。对啊，因为你要想，看你把你的收入的超过2/3的收入都跑去缴这台车的贷款，对，他怎么你要怎么保养他？你要怎么去缴税金？你要怎么去缴保险？根本养不起啊！如果假设说坏掉了怎么修？对不对？他可以撑一年，我真心佩服，真心佩服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去找他车主爸爸，因为那个车主爸爸比较不方便去入境啊。然后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不好的啊，我们就也尊重车主爸爸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先去谈价钱，跟谈后续怎么处理。我们等一下谈完之后，我会再跟你们做告知。OK。刚刚那台车子算我们没有买到了，对，没有售后、啊，因为后面我们去查出来跟爸爸认知的不一样，光是他的缴期，他只有缴4个月而已，不是缴一年。然后是重点，然后再来他的结清金额，我们稍微帮他打电话给盖代贷款公司，我们稍微粗抓大概差不多是128万。如果他要把车卖给我的话，爸爸必须要给我们40来万，才足够结清这个东西啊。对啊，像今天这是很好的案例了嘛，为了耍帅付出什么代价？哭的是谁？你爸爸，对，你的家人啊，哭的也是自己啊。我来教你们正确买车的一个观念啊。我个人觉得说，我必须要用到车子，我再来买。哦，什么叫必须？阿宏举例一下，有家庭啊，要载小朋友啊，上下班需求，
可能距离比较远，那要上高速公路开车嘛，或是跑业务嘛，对，业务载客人、哦，对，这些都我对我们认知来讲是属于必须要用到车子，我再来买。那基本上呢，我教你们，如果说你今天是必须用到车的话，我们是以正规银行的规则下去给你们做告知。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月缴款、月付款是符合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。我是觉得这个是正规银行他们认可可以放款给你的一个规范，对，这是合情合理的，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、嗯、那今天是真实的发生这个案例，所以我特别拍出来再跟你们讲一次，再跟你们强调一次，虽然我们是卖车的，但是我们不希望说我卖车出去让你开车是怎样有压力的情况下，买车是享受不是找罪受，对，像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嘛，很多人都是因为我的同侪、我的朋友、我的港铁、我的好兄弟，嗯，买了一台双 D， 我就是要比他屌，这样子是对的吗？我想真的，你真的没有比较厉害，你想真的，你二十出头岁开双 D 很了不起吗？帅吗？不帅，真的不帅啊！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吗？二十出头岁开 C 三百，家人中期给他买，阿妈，对，给阿妈中期给他買，你知不？这个你有靠帅吗？你没靠帅呢、啊？你看家庭困苦，阿妈要中期，弟弟没办法读书，这个真的你要会想一点。对啊，像今天这个案件也是类似啊，对啊，这不是阿妈了，是爸爸妈妈，爸妈出来担心，聪明一点人在看呢、啊。我看到你一个二十出头岁。开台装逼，我的认知不是你帅哦，我的认知是你不会想你是不是全额代买的，你会让人家造成这种想法，你又比较帅吗？你反而是给人家讲笑话而已。这还更夸张的，之前很多阿兵哥有问过我车子，都是问什么双逼。我想难听一点，你的连长有开双逼吗？那这支影片其实就是买车失败了，然后顺便借题发挥跟你们去做个讲解一下，因为我讲真的，我们身边案例也蛮多的。我们刚刚稍微算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位客人他开车开四个月，对不对？对，开四个月。开四个月，然后我们稍微换算一下，如果他今天开四个月，那他今天现在了不起了，他爸爸要帮他卖给我们，他赔多少钱？40万嘛。对，我们平均我们除一下好不好？40万除以他开了四个月，一个月总共他赔多少钱？10万块。哎、欸，我想真的呢，你这10万块可以租一台兰博基尼了呢，可以租超跑了啦。可以租很多天。这才是帅的嘛，这才叫帅嘛。对啊、你要装逼，你装大一点，装个装逼干嘛？干嘛要装牛马蛙嘛？对啊。对，你赶快去北驾铁骑啊。结果也是装到一类的。要装最大的，要么就不要装。OK， 拜。